雪儿阿姨，快出来呀！大姐，快出来呀！来，楚兰，怎么样？这个场子是你爸专门包下来的，我们要举行家庭聚会。啊，太酷了吧！是啊，这么大的场子，就我们这几个人。先坐。老爸，太牛了！ 来，让我们四个男人比试一下，看谁的水性好。<笑>咱们最多也就是三个半。<笑>我们小迪现在可是男子汉了，小迪，我支持你。岳东，我支持你。蕾蕾，你支持谁？反正不是你。蕾蕾肯定是支持老爸。是老伴儿。蕾蕾，看袁叔叔怎么赢他们的。小叛徒，让你看看老爸实力。 怎么样？没让你失望吧？啊！哎呀，来，你拉不行了。爸，你可该减肥了。不，那瞧着，哟，怎么还差一个呀？我在这儿呢。还有一个都输的没影了。起来，小迪，来，哎，哎，坤，你腿怎么出血了？怎么回事啊？弄哪儿了吧？ 根本我去问问管理员有没有创可贴啊！我去拿餐巾纸。不用。爸，你这腿没事吧？会不会细菌感染呢？<笑>这么小一个口子，怎么着？你还想帮我输血啊？抽，抽吧。<笑>儿子，你爸的血啊，还真不是你能输得了的。 A B 型 ，R H 阴性，100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哎，我说，你那么点小伤口。 还要寒暄到什么时候？刚才我状态不好，有种咱们再来一局。我奉陪啊！妈咪，妈咪，爹爹，妈咪呢？妈咪，妈咪，妈咪。 小迪生日快乐！谢谢妈咪，谢谢大姐。没想到我15岁的生日 party， 竟然是在游泳馆举行的。小迪，许个愿吧。简直像在童话里，太美了。 来，一二三，不高兴了？是不是眼馋了？嗯。
你要是喜欢水上派对的话，下个月你生日，爸爸给你办个更好的。你真不知道吗？我知道什么呀？虽然体检卡写着 A 型血，可你告诉我，要是遇到紧急情况输血，得告诉医生，自己其实是 ABRH 阴性血。你说 ABRH 阴性是一种让人看不起的病，不能轻易告诉大家。为什么袁叔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说了？你告诉我的事情里，到底有哪句才是真的？袁叔叔他是大人了吗？爸，别说了，我理解你不能跟我说实话，可也别再骗我了。当然了，人家在美国时就住这样的。那等雪儿阿姨结婚的时候，请请你跟蕾蕾来当花童。成啊，就这么说定了啊。那先预定了，那别站着呀，快坐吧。来来，走，坐坐坐坐。你们坐，我给你们弄点吃的。好，谢谢。啊，怎么样，雪儿？这就是你的梦想之物吧？我可不敢做这样的白日梦。几百万呢？才200万，这不是做梦。我要让新科的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住上这样的公寓。就是，等咱们公司上市了，哎呀，说不定一夜之间你成为百万富婆了，你还在乎这样的房子吗？自打哭。来，先喝茶。来，雪儿，谢谢。绿灯，谢谢，谢谢。我再给你们去弄点吃的。好，辛苦辛苦。语音搜索影片，啊，酷，酷！陈曼娟从上海发来了邮件呢。嗯，说什么？华夏新在上海的销路已经超过了 SVT。你马上以我的名义给他发短信，再接再厉，回北京给他发奖金。照咱们这样的销售市场，很多公司都没法干了。发出去了。我们仓库的审批文件到现在还都没有下来，可是我们那个早都已经爆满了，好多东西都已经堆在外边，现在每天都是盯住在那盯着呢。这段时间盯住真是辛苦。哎，赵总，赵总，你来，这有大礼啊。哟，哦，82年的，不错，这就算大礼啊。大礼在这儿呢。什么呀？Yes！ 哦，赵总太棒了，开酒！我也抱一抱。开酒！来来，干杯！干杯！白爽这位叫我过去，主要就想告诉我，你们的仓库随时可以动工，但是必须得和指定的承包商合作。这个承包商我接触过，正好是柯威以前的老伙伴。我打电话问过他了，如果是柯威的项目，可以省去很多流程，这个礼拜就可以参加奠基仪式，保证在3个月内就能完工。我可没别的意思啊，反正你们批文不也已经下来了吗？如果要是不着急的话，走流程继续投标，2个月后也能开工。
祝贺大家测试成功啊！谢谢领导。哟，比阿尔法的笔记本电脑轻多了。而且外观也很漂亮，跟国际名牌差不多。哎，最重要的是呢，它的价格比 SVT 要便宜很多。起好名字了吗？他们早就想好了，我们决定叫新兴笔记本电脑。不错，光不错就好了，有没有奖励啊？有，晚上请你们搓一顿。哎，晚上赵总请吃饭啊！好。同学们看一下，那么我们这个呢是一个细胞的大字结构，那么同学们可以看一下这块呢叫线粒体，这块呢叫高尔基体。那么有的同学说这里边像好多小芝麻的东西叫什么呢？其实它就叫什么呢？叫高尔基体。那么再往这边看，我们看这个有一个小盒状的液泡，同学们看这个液泡呢，它占据了这个细胞核大部分空间，很大，这个像一个泡状的物体叫做液泡。继续往下走，那么这块呢，这个小东西叫什么呢？叫细胞质。富光星在美国的分销部规模已经不算小了。但是 IT 这块我们有华夏新系列产品，还有新笔记本电脑，市场上也已经吃透了。创新是企业的生命，我们要在创新这两个字上大下功夫。比如说游戏软件的开发前景就不错。这是不是有点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呀？做高科技新兴企业就应该有战略目光，不光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要想着地里的。游戏软件呢，大人小孩都爱玩，市场前景很可观的。对啊，手机游戏很受拇指族的欢迎，花点小钱倒无所谓，我几个好朋友都爱玩。有什么具体想法？这就是老薛想要说的事儿，他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另外，岳东在斯坦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游戏软件了，本人手上至今还有2项游戏软件的专利，这都是我们的资源。我们要做游戏，绝不是小打小闹，要做就做大。大家现在手里看到的是最新的全球游戏软件市场的调查，我们用的是第三代的华夏星，成本肯定能降下来，而且游戏机重量可以轻很多，价格低，最能吸引消费者。游戏软件，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可是美国和日本的大公司，想从他们手里分杯羹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们用的是自己的芯片，在技术上肯定有竞争优势，重点就在看游戏内容的较量。那我们就把那些三维动画师作家都招回来，北漂族里有的是人才。别忘了，我们还可以从海外找高手回来。领导上来讲话。
今天我们的管理层面在这儿开一个小型的 party， 为了庆祝三喜临门，第一喜，我们终于拿下了日本3W 公司，大订单终于进来了。这可不容易啊，我们去了东京12次，终于感动了渡边茂先生，同时他还非常看好我们进入游戏领域，很想跟我们合作。那么这第二喜呢，是华夏新的第二代的问世，给研发部记一功。研发部，谢谢，谢谢大家。来，下面第三喜呢，是我们的笔记本电脑销售快速上升，我们的竞争对手 SVT 在北京已经关了2家门市部了。为了新科再创佳绩，干一杯！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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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房子是买了，小迪呢，还是喜欢住在学校，周末也不回来。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社交圈，现在学校设施很好，孩子们都不愿意回家住。也好，我们可以重温二人世界。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每天早出晚归，一天在家待几个小时啊？倒是 Sunny 才是我的伴儿。是啊，总是有忙不完的事儿。连轴转，盖楼、合景、开发新产品，现在忙着上市的事儿。这以前吧，盼头总是很渺茫，可是现在做的都是实打实的事儿。我们啊，算是幸运的，付出了有所回报。好多人折腾了一辈子都不成功。哎，华夏新大批量生产之后，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降价了。你知道我看见那个大街上小商小贩腰里都别着手机，小孩们手里都玩着国产的 MP3， 我心里可高兴了。连丁柱都有手机了。这忙完了，咱得想想自己的事儿吧。从纽约回来以后，咱生个孩子好。可是我已经是高龄产妇了。什么高龄产妇？小迪都这么大了，他还那么喜欢蕾蕾。咱们要是生个女孩，他一定会特高兴。你可真够重女轻男的。哦，你有了桑尼，有了小迪，就不可以让我有个小情人啊？就是不知道我生不生得出来。当然生得出来呀。不过这个定期检查，咱还是得接着做。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每年这么做一次，可是现在回来以后，这太忙都顾不上了。好，等回来再去做吧。哦，我跟你去纽约，还想去丽玉姐和李生根的墓地看看。对，也该聚聚了。行了，你们快回去吧，不能再进去了。雪儿，替我照顾好小迪，不要让他吃快餐，容易上火。放心吧，有空我就煮鱼给他吃，没空我就带他去餐厅。嗯。对，给他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多喝水。哎，最高指示我牢记心中，我就当我提前学会带孩子了。谢谢你了。行吧，那我们走了。嗯，拜拜，我来接你。拜拜。哎呀，真是太久没回来了。How long do you think you'll take? Another? What do you think?Thank you. Well, good luck to you.
and drink some coffee. You can do it. All you have to do is patiently wait until the next batch of billionaires are born. Thank you. Yeah. I think it could go up to maybe 50.是到三个多小时了，咱们的股价还是原地不动，有点反常了。袁总一定很紧张，不会有什么事儿吧？打个电话给他，安慰安慰他。先不要急。怎么那么不急呢？Look at it! Look at it!My God, how can that be? My goodness. 都关机了。That's impossible. Why? Why the rate dropped so low? Guys! Oh my God.Ask you a question. When do you have such a disease? There is a long story. I'll tell you next time. Okay. Suspense. Hey, the stock is open again. Hey guys, look what I got.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Much better. Looking better. Thanks.So what's happening? Mike, the price has risen now. Oh my God. In only 2 hours, it's already gone up this much? Hey, it's 29.5. Higher than yesterday. It's amazing. It's already gone up this far?上涨了50%，真的太神奇了！我们就是来这创造神奇的。趁着，老董，
老董，是你吗？我是个骗子，我骗了你。我是恶有恶报啊！做生意赔本，赌博输钱，身体也垮了，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真是个 好人，谢谢。摊子，摊子。以前我一直觉得，陈工是他身边所有爱他的人造就的。但是刚才这一刹那，我突然感觉，其实他的敌人，也同样造就了他。走吧。刚刚给机长打过电话了，说飞机早到了，那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呢？你给袁总打个电话吧。文静，不给安生姐打。怎么回来的？坐飞机啊，我们一路坐到门口。哎，你们这是有外宾要来？没有，为了庆贺你们凯旋归来，开个 party 吗？是啊。免了吧，低调一点，所以没让你们去机场接。公司的股票要升值，后面的路还长着呢。人家都准备了鲜花，没人要。谁说没人要？来，现在先，在机场的效果是一样的。谢谢。好，那我们一起欢迎袁总凯旋归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下面我们有请科维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我们吉尼斯国际学校的董事赵达川先生讲话。各位好，几年前科维公司投资吉尼斯学校1000万韩元，
今天的新科集团再次注资1000万，扩大学校规模，希望各位可以培养出优秀的毕业生来。谢谢。作为校长，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真的非常的激动。5年来，科维集团为我们投资了1000万，为我们学校奠基写下了举足轻重的一笔。今天机缘巧合，科维和星光合并之后又为我们添砖加瓦，赵董事长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我们大家都看得到，我们的后代也会看到。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赵董事长为我们所做的贡献。这位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呢，就是袁坤，袁博士。新科集团就是由他一手创建的，我们有请他。各位同学，看到你们，就让我想起了我在清华读书的那段日子。那个时候，我的老师曹生旺教授经常会跟我们谈起 Martin Luther King 写的一本非常著名的演讲词，叫《我有一个梦想》。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希望我们在年轻的时代就能够敢于做梦。这么多年过来了，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伴随我成长，那就是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知识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创造知识。所以今天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告诉自己 I have a good dream。喂，你好。是安山吗？啊，是我。各位同学，大家好。体检报告出来了。很荣幸可以来到这个学校。什么时候可以过来？我们的袁董一直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对社会，对很多同学做出一些大的贡献，所有小朋友都看到了。找门诊。相信这一次的投资一定会让各位小朋友可以做更大的梦，好，谢谢，实现更大的梦想。请进。哎，你好，杨大夫，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请坐吧。这是你的验血报告，你的 SC 基值是30，偏高很多，你可能是怀孕了。真的？这是你的乳腺 X 线的检查化验报告，图像形态不规则，分叶和毛刺状的阴影密度较一般的腺体密度要高。啊，什么意思啊？哦，没事儿，杨大夫，有什么情况你跟我说好了。你可能患了乳腺癌了。当然了，都还没有确诊。你马上再去做一个检查。好了，明天过来拿报告吧。
好，谢谢。嗯。这就是凤姐，啊哈！这么多照片呢，嗯，赶快下载，赶紧什么？嗯，啊？下载什么？我注意你们好几天了，一上班就上网，把这里当网吧？这里是研发部，难道不能上网吗？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除了中午午休时间，上班时间不准上非 IT 的网站。看凤姐是吧？你回家看去。公司管得还真宽呢，生男生女也要汇报吗？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宽什么？公司让你们上班时候看自己的私人邮件已经不错了，在美国连看报纸都不让，知道吗？而且连 Hotmail、雅虎这样的公共邮箱都封锁了，知道吗？这么凶干嘛？我们又不是打工奴隶，是不是？就是。也不是打工皇帝，我们就上会儿网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一上班就上网，说几句还发脾气。你们都是科维的吧？我们星光以前有一个优良的传统，上班只上专业的 IT 网站。新公司新作风。你们几个都给我争口气！好了，没事了，都上班吧啊！哎，赵董事长好像生气了。是啊，可能是因为。库儿点了科维的人触及到他神经了，不过我觉得库儿说的没错，科维的人是应该好好调整一下的。是要让他知道我们的数字管理计划，他不得气炸了？晚上跟他聊聊。吃不消了，吃不消了。那就歇会儿。哎，你今天打了好几个球啊，打了这么多年球还是没长进，还是输给你。哎，这长时间不动还真是不行啊，这都累得不行了都。打了这么多年球还是打不过你啊。这长时间不打呀还真挺累的。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嗯，公司要尽快的全面实行数字化管理，所有的员工每天都给企业的部门经理发 email， 部门经理每两天发 email 给高层，尽量少开碰头会。不是，哎，我就闹不明白了，都在同一栋楼，有的还在同一层，碰面很容易啊，面对面的解决问题岂不是更方便，又不耽误什么时间？十多年了，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插一句啊，企业管理。现代化企业管理，这是大势所趋。工厂好几千人呢，人管人是大事。嗯，所以得必须制定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科维的好多老人他们不懂英文，更不用中文电脑打字，怎么发 email 啊？你这么硬性规定会难倒他们的。跟了我十几年了，我怎么好意思让人回家啊？我想啊，数字化管理并不难，但不能操之过急。给大家3到6个月时间过渡。行，你们既然决定了，我也没意见。打球吧。嗯。